历史绝版老照片，第一幅田歌天后邓丽君，最后一幅风华绝代林青霞田歌天后邓丽君，容颜极为甜美，眉目如画，始终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，就像邻家大姐姐一般，一颦一笑尽倾城。可以说邓丽君用歌声征服了一代人的传奇人物，是亿万中国人心目中的女神。如此耀眼的天后却渴望平平凡凡的生活，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。她一生先后和秦祥林、高凌风等人传出过绯闻，最终却无疾而终。其中她与成龙的一段情感最引人注目。林芳冰是80年代的第一美人，举止优美，体态高雅，还拥有江南女子的温婉，一种天然的忧郁美，总能带给人一种美好的感觉。可以说林芳冰美得好似出水芙蓉。她在大型历史电视剧《唐明皇》中饰演杨贵妃，从形态来说，林芳冰是最接近历史记载中雍容丰满的杨贵妃形象，珠圆玉润，雍容华贵又不失甜美，成为难以逾越的经典，也是最美帝贵妃娘娘。大陆第一美人陈红颜值真的很高，也有人说她是唯有牡丹真国色，集美貌与演技于一身，现代装能够驾驭，古装也是美到惊艳。1993年陈红参演琼瑶言情电视剧《梅花三弄之水云间》中饰演汪子璇，相较于陈德龙的楚楚可怜，陈红五官美艳动人，笑起来的时候温婉优雅，颇有大家闺秀的气度，也是她颜值的巅峰期，真是惊艳了岁月。林青霞的一颦一笑都能令周遭美成了一幅画，千秋无绝色，悦目是佳人，倾国倾城貌，惊为天下人。她的容颜应柔合体，是世界上最美的女神，琼瑶曾如此评价道，没有遇到过第二个可以和青霞媲美的女子。可以说林青霞是华语影坛极具传奇色彩的明星之一，风格跨越文艺和武侠，女装以及反串皆能独领风骚，被誉为永远的梦中情人。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